周总爱吃糖炒栗子，去给他整一盘去。嗯。糖炒栗子用这种糖啊？你是不是当周总是三岁小孩？我说周董喜欢吃番茄炒蛋，你是不是还得现做？番茄炒蛋是这么炒的吗？你让周董怎么吃？有米饭吗？哎，有有有。你别笑，这都是你煮的米饭吗？嗯，你说一杯米两杯水吗？开饭啦！领导，你吃饭前还要上网啊？嗯，我们南方人啊比较讲究，吃饭前呀、啊、都要烫一下的。您吃饭也要啊？要的呀，我们的餐具在公共场合下放置超过一分钟，有可能就会沾上100多种细菌和病毒哦。所以呀、啊，涮一下会比较安全。那你拿餐具的手要不要烫一下？那放点嘴巴也要烫一下吗？我吃饱了，你们慢吃。我也吃饱了，你慢吃啊。